每一年都有数百万只新娃娃带给小朋友温暖、安慰与快乐。但是如果娃娃有瑕疵，会被丢到哪里呢？欢迎来到丑怪镇哦！人类世界真的是很棒的地方，一定会找到喜欢我的小孩。走啦 ！Oh my god， 这里可以通往人类世界。我们怎么上去？欢迎各位来到完美学园，只有完美娃娃才能跟人类配对成功。你是工程师兼模特儿，你是律师兼模特儿，你不是模特儿，资料无法辨识。你们真的以为人类会喜欢你们这样丑怪的娃娃吗？有缺点才够特别，自己的未来自己掌握。我们也可以很高追啦。输了不要哭哭。嘿，起来，臭黑。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小怪头。哇塞，名字跟你超搭，所以念猫字不字啊？5月17，丑娃娃大冒险。